上学助学行动的爱心大使 Selina 压轴献唱，甜美嗓音温暖人心。这首《爱我的每个人》是 Selina 结婚前送给自己的礼物，如今阿丁成了前夫，离婚不到一年就和女主播闹出绯闻，街头忘情热吻， Selina 也难免成为媒体焦点。不会去想那么多，对，也不会去影响什么心情，就让自己可以享受每一天的工作日常跟家人朋友都很好。首度打破沉默，强调心情不受影响，但当记者追问有没有和阿丁联系， Selina 随即转移话题，快闪离开。还有联系吗？还有就是是不是还是有受影响？好，今天这个活动来，好了，那我们要上去。尽管离婚当时对外宣称没有爱情，仍是家人，但如今看来，两人恐怕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记者李宗旺、杨奇浩，北京采访报道。